在带领的兵马要来伤阮曹家。虽然我能得离开，但可是我的母亲也已经死在伊的手头。也现在，苏帝君现在家破人散，而且啊，我是咧想讲，我改叫伊表堂，即个乌高路个所在伫咧报信，也想不到啊。你竟然，你这个老小红，竟然安尼是忘恩负义，将我安尼死来欺骗，我想讲，三更半夜，我要来讨伊的性命。好的，加赛啦！我是一个将领的军师，命令不做暗事，将伊叫清醒。安尼是阮两个之间，也是我恩恩怨怨，是我误会这两的公开。这而且，阮阁会当知影，阮两个人共一个目标，是伊判死保。我嘛有答应伊，往到今天的所在，圣上的面头前，我要替伊作证。今时火车站在家长的所在，想不到啊！你这个老小红，我答应你要替你作证，结果嘞，我只打卡到娘娘，你小妹露出头。就像一个小查某同款，手拿来到我一直勒，一直勒，讲到袂听信，佫讲要跟我单打独斗。既然是安尼事，我要替你做证。你安尼事来对待我，当当五尺以上的查甫囝，要哪用这乎你安尼事一样教教？哎，要我替你做证啊？你想较歹个咧？好啊。今仔日这个代志唔通再讲落去啊！安尼先让我心情加歹尔尔，一想到伊，吼吼，我这个心肝宝贝，出个外面地来一个所在，四界伫咧找找，就是你红红的人影，唔知道当时才找到，也唔过那是找到，我一定要带你做我的某，把你带倒转来厝内底，要今天啊！阮看这天色已经无早，应该赶紧来去就是了。